亲人罹患重症，我该勇敢爱到底。我自己是那个罕见疾病，肌肉萎缩症，所以等于24小时都要有人照顾。可能在生小孩这个部分会比较危险一点，母体会出什么意外，可能会死亡。严重的话，你没有想逃吗？没有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，还有未来任何的一切，这样。周一到周四晚上9点钟，爸妈囧很大。